刚一边准备那个，那也准备过来这边那个准备布条的开始的部分了。台地这边由你来主持。好了，那个大家请到这边集合一下好了，哎，好，那这边嘛，这边就是咱营业那几支啊，哎，对。这些人从台北骑车要到新竹，现在在桃园市议会中继站。因为秋豆是每年秋天劳工朋友们非常重要的议题。大家靠过来，等一下，都站到那个布条后面来。好，那我们第二站的这个桃园市议会呢，秋的这个队伍已经到了哈。那我们当然就是到议会这边来，宣导今年2022年的这个秋豆。也就是我们逆风而行啊，反思民主哈、那大家也都知道，秋豆是每年一年一度这样的一个台湾的社运的一个集结。那我们今年对于就说台湾的民主呢，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只号称所谓的自由民主，那我们到底我们的民主在这个民主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是不是除了只有选举以外呢，那就所有的民主都不见了哈。我们在地也有很多的团体过去也跟我们一起共同打拼的那在这边呢有我们的这个关藻娇潘英栋潘老师也到现场我们工商协会呢在桃园地区这边的经营团体也共同来声援。那我们也因为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来作为我们今年这个秋豆的一个反思的一个过程的诉求。那我们现在就请那个我们在地这边尤其是去年呢，我们环藻礁运动一直到现在持续，虽然说藻礁的公投没过，但是我想我们对于正确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坚持到底。那我们也请那个范老师来发言。感谢泽文。首先，欢迎也感谢我们秋豆的伙伴们，每年都在为我们社会正义弱势发声奔走。桃园藻礁在去年的公投，虽然表面上看我们是被不同意去的，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没有输。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保留下了大部分的藻礁，而未来可能受到伤害的港区部分，我们也认为它的变数非常大，所以我们相信努力是有机会会改变的。那么过去我们一直都有个感觉，国民党不好不倒，台湾不会好。后来我们反而觉得
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们还有民进党；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就算是我们原来期待的那一个会带我们走向所谓东方瑞士的那样的政党，最后呢也通通是进入了体制，进入了那个剥削人民权益的体制。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执政党完全实随之位，继续践踏我们的人权，破坏我们的土地。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我特别感到温馨，就是秋豆的团体数十年如一日，不断的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正义，为我们的弱势发声。而我也相信这样的鸡蛋行动有一天会冲破高墙，它是一次一次慢慢累积出来的社会力量。虽然即使到这个时刻，我对未来有时候都还是茫然，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去努力，永远没希望。所以秋豆是台湾的一个指标，我们人民永远要记得，我们才是头家，不要对所有的政党有期待。你可以去应用它，但是不要成为它的附庸。最后我祝整个我们秋豆这一次的行动就是逆风而行反思民主的这一次的活动可以顺利成功，也期待我们台湾的未来会更光明。谢谢大家，大家加油！逆风而行，反思民主，逆风而行，反思民主，逆风而行，我们在地也有那个工商协会长期在为 RCA 这件事情努力那他也到我们现场来，那我们现在请刘念盈来。好，谢谢大家，也很开心看到潘中正老师因为我想早教的议题应该会是桃园在地的政治这几年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金石。那很高兴，我觉得很期待接下来我们在早教议题上面还是会重新在今年的选举上面来去面对每一个市长候选人甚至市议员候选人的这个态度那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工商协会在桃园在地主要在协助的是30年前的美商电子公司 RCA 的这个污染案以及受害的劳工，那到今天他们都还在进行诉讼，土地地下水污染也都还在整治中。那我想这个议题上面其实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其实政党的轮替在桃园这个土地上面，但是其实每一个不管是过去国民党执政或者是现在民进党的执政，其实执政党面对我们的这个 RCA 或劳工工商的这个议题，大概都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后面的序位来面对那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执政党这样的态度，其实回到我们的居民身上，我相信没有健康的劳工，没有健康的工作环境，其实也不会有健康的社区。所以在今年的选举上面，我们也蛮期待看到候选人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个劳工公安的问题。但是我想我自己也有一个反省就今天要反思民主。我有一个反省是，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其实在做的这个找候选人签支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社运团体也都知道，这个签支票的动作签到后面是没有，我们缺乏一种要把当选的这些市长市议员拉下来的这种决心魄力，我们缺乏一种要取而代之的魄力。我想这就是在这个民主的阶段，可能我们很多的受害劳工到现在也会认为我们要从烂苹果当中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在我们的劳工运动里面，我们已经努力的破除它，努力了20年了，到现在我想可能状况都比过去的更糟糕所以我今年看到有非常多过去曾经投身社运的这些候选人们，不管是市长或是市议员，在整个桃园的各区。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就算有当选的，如果有人真的当选了，除了能够搬出很好的劳工政见，看起来比过去主流的蓝绿候选人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之外，我更重要的是这些候选人怎么样，这些新的政治人物怎么样建立出一种有别于过去的监督的机制，
分享权力的机制，分享资讯的机制。我觉得台湾缺乏的是这个。我们可能不缺有社运背景出身的候选人，甚至也不缺过去曾经在劳工运动、环保运动里面，现在入了殿堂里面去执政、去问政的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我想在早教案子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过去的公运在桃园的一个重要的公益分子曾茂兴，他的儿子曾文生就是现在的经济部的这个重要人物。但是怎么样呢？他做了早教的杀手，他对劳工的议题我看也不会多么友善。所以我们不缺这样子的人，我们缺的是能够真正能够分享权力，诚实面对自己过去在运动上面的这些承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群不要放弃去监督候选人、监督这些政客的选民，不要因为我们选上了一些好像过去在运动里面看起来已经比蓝绿都好一些的人，然后我们在他选上之后就放弃监督。我想这对于工商协会自己、对于人民民主党自己、对于现在的各的蓝绿大党或者是小党的候选人来讲，我想标准是要一致的。我相信我们继续抱持这样子态度，才有可能让台湾民主真的能够不只是得到反思，还能够有一个新的机会。谢谢。好，那我们过去秋豆的团体当然也有土地争议的哈，那至少要发言吧。在桃园这个地方发生了全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征收案，就是桃园航空城。那非常非常荒谬的是，在郑文灿第一任还没有选上的时候呢，他也跟当地的居民一起反对这个桃园航空城的掠夺征收。但是当他当选之后，他就换一个名称，桃园航空城被他换成绿色桃园航空城，然后继续征收，继续破坏大批的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到航空城的那个地方去看，我们可以看得到整片都已经是废墟了，只剩下很多土地买卖的广告贴在那个地方。那当地不只是居民而已，还有厂房。那民进党政府常常告诉我们说，他们搞这些土地掠夺是为了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等等等。但是事实上，我们在非常多的案子都看得到，当地的土地掠夺赶走了中小企业，赶走了跟民进党没有关系的企业，造成大量的劳工的失业。所以土地议题不只是土地议题，它同时也是劳工议题，同时土地开发也掏空了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资本，所以也让我们的劳工没有办法，薪水一直都没有办法提高，甚至他还恶修劳基法，造成我们劳工的工时严重的拉长。那你告诉我，这个叫做保台吗？因为事实上他这种做法逼得离开台湾。我在大学教书，我每一年都会碰到一些非常优秀年轻人来问我说，怎么办，在台湾很难活下去，可能要到中国大陆、到香港、到新加坡等等地方去工作。所以事实上，民进党今天的掠夺政策，它是把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资源，也就是我们年轻人这些人才，逼得甚至到他们口中的敌国去工作。所以他的保台完完全全是假的。那抗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关于民进党执政前搞了太阳花运动，然后要求要签两岸那个协商监督条例，说这个才是保台的根本，保台的那个抗中的利器。但是他现在执政六年了，这个条例呢在哪里？在永远的下个星期五。所以他的保台、他的抗中也是假的。他的抗中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去挑衅中国，然后让他们射飞弹，然后射完飞弹之后又东都杠，再差七成以上，所以呢，那个没关系。所以这样子的
抗中的态度事实上并不是针对外国的势力，而是针对我们本地、我们台湾跟我们本国的民众的政治作战。最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这个抗中也是假的。我觉得最可恨的是，我们知道那个《想象的共荣体》这一本书，它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的建立必须要根基在我们共同相信的价值上。但是民进党这几年这种法家湾双标、浊世今非，早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航空城也是很好的例子，然后甚至把他的升等的资料封存30年，把攸关台湾人性命的这个疫苗购买的合约也要封存30年。在这样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这个政府弹头把我们台湾的大家共同的根本价值摧毁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不用说我们要去抵御外国势力，甚至这个社会都已经失去了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所以真正把抗中保台这个基础给它掏空的，就是每天喊着抗中保台的这个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有那么多的朋友啊，来参加秋斗。我觉得我们心中要有一个相信，我们过去在戒严时代的努力，重点并不是打倒国民党，重点是打倒党国，是打倒威权。我们的环保运动重点也不是打倒国民党，而是保护我们台湾环境。我们劳工运动也是如此，土地运动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民进党执政的，他用抗中保台作为这个黑箱的遮羞布，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所以呢，纵算这条路非常艰难，是逆风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继续走下去，在黑夜之后就是黎明。感谢各位。好，那个逆风而行，反思民主，大家再喊一下。好，那我们过去秋斗长期以来呢，我们的秋斗的曾经是发言人哈，我们乡里哈邀请桃园市长哈，也让他有机会跟大家谈一谈哈。从乡里，哎，现在呢即将从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理念，那也顺便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些啊那个议员候选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啊，因为时间上的原因啊，大概。好，我们总指挥哈，子文大哥，还有今天在座我们参与逆风而行反思民主哈车队大游行的我们的社运伙伴们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很感谢哈，这一次整个秋斗第二站从台道风尘仆仆来到我们的桃园市议会的前面。那刚刚大家的心声哈，我都听到，我也长期知道我们主张的社运理念，不管是土地的正义、居住的正义、环境的正义，这20年来说实话，两党政党的轮替执行下是每况愈下。我们主张的理念很难透过现在的政党政治帮我们实现，但是因为有这么多前辈、社运兄弟姐妹从来没有放弃，所以每一年我们还是在11月份有秋斗。这次的逆风而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想政治上的逆风，大家看到网军治国造成多少人现在讲话自我设限，不敢大声疾呼要求实现民主正义的新环境。所以这次非常多的人投身参政，也希望能够导正，不再是畸形的民主发展在民进党的定义之下成为他们得到权力，继续用选票、用各种的政商来治理台湾，这样的一个现象要有人改变它。那虽然民众党是一个新的政党，年轻素人参政，但是我们期待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的理念是可以跟社运要求的
同行。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香火，也有政党愿意来共同承担。今天在桃园的几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来到市议会，我想刚刚念云讲到，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开放的政府，在议会里面要做到真正的监督，让桃园市政府1000多亿的预算用在人民需要的地方。这几年下来，大家看到大失所望。虽然升格8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桃园的房价还是直直涨，是不是桃园航空城的部分还是政商炒地皮的一个很好的借口，我们桃园是不是各个工业区大火不断的状况之下，还是市政府没有尽力把关，守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种种的问题都相对的让我们知道，必须要有新的政党来地方治理的程序里面发挥有效的监督。所以今天我跟我们桃园7、8位的议员参选人，还有我们的秘书长，来参与秋豆在桃园的反思民主的抗争行动。我们也期待桃园的市民能够看清，如果我们觉得桃园升格真的变得比较好了，那我们要让它继续更好，是应该跳脱蓝绿继续执政的一个框架，用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思维来带领。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的第一个很清楚的主张，我如果担任桃园的市长，我会走开放政府的平台，我们让资讯的揭露，让市民的知情权以及市民共同参与预算审核的审议民主要在桃园生根发芽。也许第一次很难做到，但是有人在议会一起推动，我相信这样的开放民主会在桃园从此不一样。那我也期待今年的秋豆在全台各地能够燃起的民主这个火种，民主的希望是以反之现在的执政党定义的民主，现在的以网络带风向的方式造成很多人无法面对民主价值，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共识。如果用抗中保台形成台湾的共识，我相信这样短暂的得到了民主的一个象征，但是实质上你只不过是得到你选举的利益，你只不过是得到了你政权保卫的利益，这不是全民之福，更不是台湾未来能够期待的政治。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反思民主，从桃园的行脚一路展开，年底1126能够真的有新政治力量来调整现在不平衡的这样的政商以及蓝绿轮流执政的现况，大家一起继续加油。虽然我已经不在社运的第一线，但是我还是期待我的社运过去启蒙我、滋养我的团体能够长长久久，大家一起拼未来也拼世代的新政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秋豆伙伴们。我想我个人已经是连续3年参与我们秋豆相关的活动，那很荣幸今天在这边能够跟大家共聚一堂，加油打气。我想秋豆的豆字哦，我们是要斗倒一切国家不合理的制度，我们民主也好，我们讲到的自由也好，我相信很多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很多制度是不合理的。在这次选举阶段，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假民主之名，其实行斗争之时，这不是我们秋豆要斗的。我相信我们未来台湾还有很多要进步，我会跟各位伙伴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好，那谢谢我们大溪这边有一位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伙伴。那我想呢，其实今天啊会站在这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已经看不见未来了，我们的议会需要新的势力才可以帮我们年轻人把关未来。我想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让人民走上街头，那这个国家是不合格的。所以我想我们从民进党执政以来，我们现在非常多人走上街头，包括前一阵子的救国团，民进党自己也是从太阳花学运还有我们的美丽岛事件的社运出来的，难道他们已经忘了初衷了吗？所以今天我们愿意站在这边跟我们所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要把这一切的不合理不公不义的事情斗掉。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想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活动
我想我们秋豆团体哦，好我们都对于就是说有这一种所谓理念跟理想奋斗的人，我们都一起替他加油啊，彼此相连哈、哦。那当然，我们今天讲实在一点，秋豆的摄影团体过去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就尽量避免跟成为政党的那个。他今天当然因为江宁算是过去也是秋豆的伙伴跟发言人哈、哦，长期以来在2005年之前啊一直是由他担任秘书处的主要的工作人员啊，也是代表秋豆的主要对外的发言人。那当然现在他投身民众党啊，那我们当然除了对于就是说过去包括现在不管哪一个政党，只要你提出来的跟想法，过去我们也曾经支持过民进党啦，或者是其他的党。那我们现在更希望说，我们是支持自己的理想的人，好、哦，为自己的这种理想跟目标奋斗的，哪一党我们都欢迎。我们今天要共同面对的是一个不公不义的这一种政党或政权，甚至于是某个个人而已，因为他掌握了这个权力，所以在这边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可能路途遥远，所以我们也要即将要出发，好、哦。那大家喊个口号，好，那我们就是逆风而行，反思民主以后，我们可以那个，反黑箱，反贪腐，啊，反恶法，好不好？啊，逆风而行，逆风而行，反思民主，反思民主，反黑箱，反黑箱，反恶法，反恶法，反贪污，反贪污。好，对，好，大家一起努力，继续努力，好。好，我们要出发了。